你们好呀，欢迎光临青你捞。我是来自原计划的杨洋洋，我将在青你捞实习4个月。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岗。员工手册中说，安全第一，微笑第一，舞台第一。作为185的我，一定会保护好大家，同时时刻展现微笑，努力表演好每一个舞台。各位青春制作人，尽情享受这次旅程吧。现在是早上6点，我想给对生活很迷茫的人分享一首《太阳》。这首歌在我曾经很迷茫的时候，给了我前进的动力。就像歌词里所说的一样，你会为了梦想而去努力奋斗，你要相信梦想就在眼前，你会有属于自己的光芒，加油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菲菲。听说原计划的杨洋洋去参加了《青春有你三》。首先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次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光发亮，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段的旅途中有一个美好的体验，然后有美好的收获。希望杨洋洋在《青春有你三》取得很好的名次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希望你们努力奋斗，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安音乐社，我是易安音乐社傅允哲，我是易安音乐社迟毅，我是易安音乐社于苗。祝杨洋洋在比赛中取得理想的成绩，我们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哦。这位朋友在节目里也请一定要展现你超有魅力的笑容哦。杨洋一定要好好发挥，相信你一定没问题。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，杨洋洋加油，冲呀！青春有你三的选手杨洋洋，在这个地方我要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，祝你录节目一切顺利，一切都是开开心心的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